走吧。Thank you.
就是有吃，那个最下面那个有肉。找到写日志的重点内容没有？没有。哦，那里对。
在厕所旁边的是吗？你看那灯光好在家一四天到广东广东再去去去都来你也学习有老鼠有蝙蝠，叫双面楼江老鼠。啊，
老鼠、荔枝、葡萄、土粮。哦，老鼠，你看那老鼠在那里啾啾啾啾啾。吃葡萄，下面有两层。神之派喺嗰度，系嚟，我哋睇陈氏陈家子嘅神之派喺边度啊？喺呢边。你而家可以见到啲颜色咧，系好鲜艳嘅，因为我啲颜色比较啱啱过嚟，我系。点亮城市夜空，哦。
都水塘能够捕鱼。人家原先是有水塘的，以前呢建造这种建筑，他要去找那种去研究一下哪一块地方是适合建造这个建筑的。陈家祠以前的路也是山，在哪边？把骨头拿一些骨头。